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罪言網絡》，我是主持人高峰。我先介紹一下嘉賓，我哋身邊是我哋的立法議員梁孫旭。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哋今天關注啲咩話題呢？我哋今天就關注一下澳門新街坊呢一個項目啦。咁澳門新街坊有咩項目呢？我簡單講兩句咧，就係其實就喺橫琴嗰度咧，我哋咧政府同埋內地政府溝通咗咧，用一個限價方式起一啲可以俾澳門人咧合適去買嘅一啲樓，俾澳門人去選購多一啲嘅置業嘅選擇。咁但係具體係點樣呢？究竟適唔適合我哋澳門人去咧？我哋今日咧就想同阿孫旭探討一下啦。阿孫旭，所你據你所了解咧，咁究竟澳門新街坊嘅項目咧，究竟係一個咩嚟嘅咧？我哋澳門人其實點樣可以喺呢一度咧將來買到樓啊？定係一個咩嘅一個咩嘅情況咧？同大家介紹。其實政府自從新街坊項目公布咗之後咧，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啦。咁最近都收到好多市民嘅查詢嘅，包括咗正如頭先你所講啦，到底係賣幾多錢，喺邊度買，點樣申請等等啦，都引起市民嘅關注嘅。咁而根據政府嘅公布啦，咁其實新街坊項目涉及19萬嘅平方米啦，咁當中有3800個出售單位同埋200個人才出租單位嘅。咁而由於本身呢個項目咧係屬於國家送俾澳門居民嘅一份禮物啦。相信其講包括咗嘅生活條件啊、建築嘅質量啊、設施配套方面咧，應該有一定嘅保障嘅。咁而且佢都有強調，其實呢個係作為一個住屋、教育、養老、退休嘅一個叫做我哋所講嘅生態項目啦。相信嚟講咧，其實適合老中青不同人士嘅居住嘅。咁所以相信，因為始終就係一個比較好嘅房產項目咧，相信會吸引唔少居民咧有興趣去申請嘅。但係咧所知道咧，其實依家嘅細節咧未必係好多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仲係我哋透過租金公司，我哋嚟緊咧仲有好多嘢傾，但係有好多人都擔心啦。究竟去橫琴嗰度咧，邊啲人可以買啦，或者咩資格啦？到時會唔會真係唔去住啊？或者係究竟方唔方便咧？正如頭先阿孫旭講啦，我哋希望依家有一個基本嘅保障，但係如果長遠嚟講，究竟呢一個嘅將來嘅轉售規定啊，或者係究竟係我哋澳門人真係咪透過呢度可以解決到一啲我哋嘅住屋需要啊，同埋未來我哋究竟喺橫琴嗰度，澳門人係可以點樣參與落去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咧？先講嗰個出售時間先，因為好多市民都問我到底幾時先可以賣啊？因為早前咧，咁橫琴咧新區嗰個委員會亦都同澳門都跟公司咧其實簽署咗嗰個轉讓合同嘅。咁其實嚟講，當時租金公司有介紹就話喺轉讓合同咧完成之後，大概需要4年到嘅興建時間啦。咁亦都有提到就係由於呢啲嘅屋咧其實係唔可預售嘅，咁意味住可能要申請嘅話咧，居民大概要等4年嘅時間啦。咁而喺轉售方面咧，咁有提到就係咩咧？呢啲項目咧，佢第一個就係只能夠賣俾澳門居民，又或者係非永久性居民嘅年滿18歲人士。咁如果假如你喺澳門或者係除珠海以外嘅其他城市或者係省市有一個有個住屋嘅項目，即係房產嘅話咧，都能夠可以去購買嘅。但係好多市民都會關心啦，佢話：哇，嗰個條件咁寬嘅時候咧，咁對於一啲有實際住屋嘅人，係咪未必能夠可以買到咧？即係咁樣嘅量咁少嘅情況之下，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喺呢個政策上面嚟講，由於政府佢冇一個好細緻嘅公佈啦，咁所以大家我哋要去諗一諗，我哋嘅譬如永久性居民能唔能夠優先買咧？咁譬如對於一啲我本身連澳門、內地連一層樓都冇嘅呢啲居民，係咪應該有優先條件去買咧？咁再者，由於本身咧佢呢個政策咧係希望能夠方便到一啲喺大灣區喺內地工作嘅人士啦。咁譬如我本身又冇樓又冇剩，咁而且我係喺內地工作緊嘅，咁對於呢啲人士係咪會有優先嘅條件等等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政府未來可以考慮係咪要適合引入嗰個計分制，咁透過引入計分制嘅方式咧，咁就可以能夠令到呢啲嘅房屋咧可以俾到最需要嘅人士咧去居住。早前社會都有意見啦，其實除咗經屋、社屋之外咧，其實都好希望能夠引入新類型房屋啦。咁而澳門新街坊咧，其實從我嘅理解就係一種新類型嘅房屋。咁因為而家其實從興建到去售賣咧，仍然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都好希望政府能夠利用呢段長嘅時間咧，能夠可以完善嘅相關嘅法律法規，令到呢一個嘅項目能夠真正咁樣解決居民嘅住屋問題。多謝孫旭同我哋分享啊！我哋咧聽完之後咧，都認為咧呢一個新街坊對澳門咧，真係比較有多嘅好處，令到居民有更多嘅置業嘅唔同嘅機會啦，亦都有大啲嘅發展空間。希望咧佢盡快能夠上馬啦。其實對澳門將來嘅發展，亦都係一個比較正向一個項目嚟嘅。今日咧，我哋聚言網絡嘅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於我哋嘅節目或者對於我哋頭先討論嘅橫琴新街坊有啲咩意見，歡迎留言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各位再見，拜拜，拜拜。